我是刚刚列车长的一百一十年10月3号9:36收拍的是，这边就是新村站了，对啊，花莲临港线的新村站遗迹，对啊，还蛮感动啊。如果你喜欢片，给爸爸专门多多借我们打球。只能说真的有那个遥想，对啊，以前这边是火车铁路那种感觉的。然后这边是一个新村站，如果下面跟妈妈们多多给我们打几张片，刚刚支持就这样，拜拜。新村的，然后大家再看，再去看一下名利站了。好，刚刚再见。花莲临港线新村站，拜拜。9:37。